新加坡一名男子乘搭的士后疑似酒醉，向司机撒野炫富，还口出狂言侮辱司机。司机把过程拍下，男子还对着镜头摆 pose。 据了解，这名男子和女伴是在车上吵架后把怒气发泄在司机身上。闹事男子早前还拿了1000块新币丢向他，过后还耍赖不肯让司机关门。你可以接过一下吗？我要关门。可以，你要关就关咯。我现在也没有得罪你，请你，我钱也还你了，那个钱我已经找你了。你叫警察来吗？对，我现在在等警察过来，可是你在顶住我的门，我的车要泊好了，帮我顶住别的车。我不懂你要泊好了，你跟我讲咯，你跟我讲。现在我已经跟你讲了，而且我的钱在那边，你可以不可以借过一下？男子不肯让开，又继续炫富数钞票。Hello， 你可以借我过一下吗？我要关那个门。司机实在受不了男子的挑衅，表明已经报警了，男子仍然无动于衷。男子不但出言侮辱，还对司机动手动脚。Hello， 不用紧吗？我Sorry 哈，我跟你没有亲，不要乱动我的东西，好麻烦你。新加坡网民过后发动人肉搜索这名狂妄的男子。不要一点男人跟他插光，你看人家在那边顶住你的位，你就做不了大事。